漫步》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干嘛等什么？等他妈蛋糕先。啊，有单嘢我真系要讲。本来阿正都冇订俾我，我亦都唔系好想讲，因为资料唔够。但我睇完个地形之后咧，我发觉呢单嘢非常有可疑。讲紧咧就系星期一嗰、那个大埔六十岁男子阿黄永芳失踪咗。OK， 今朝咧啊系喺张屋地揾翻佢。佢话佢唔系行山，有意行山嘅。佢咧只不过附近散步吓，咁啊，同埋谂住咧。預先探下路，因為準備帶個仔去行山啊嘛。點知咧就意外失聯，迷咗路，失蹤兩日期間，佢話有幻覺又昏迷，喂，要飲用溪水。佢話好似入咗結界咁，唔知喺邊度。好彩今朝聽見有途人聽見佢呼救，繼而獲救。OK， 嗱呢條友咧退休咗半年。八月二號咧，第一次帶個十六歲嘅仔去行山 ，OK， 行大帽山，點知咧就蕩失路，咁後來就但係後來揾翻路嘅 ，OK， 揾得翻路出嚟嘅，咁事後咧，佢老婆都叫喂老公唔好再帶個仔去行山啊，佢家姐就話細佬今次唔係有心行山嘅，因為佢本身咧都答應咗個老婆嗰日星期一朝頭早同老婆飲完茶咧，佢話會翻屋企煮飯嘅，亦都冇帶任何行山設備 ，OK， 可能喺附近。散下步啦，或者為下次行山探霧啊，因為咧上次佢帶個仔去蕩失路啊嘛，所以諗住一個人去行山探下路，唔好咁好似上次咁雨。點知嗰日咧 ，OK， 阿黃太到黃太同埋佢個仔咧翻到屋企，咦？點解？屌你老母，個老豆仲唔喺度嘅，仲未翻嚟嘅，咁啊叫佢等多陣啦，再等夜啲，哇開始擔心啦。屌你點解？喂，唔見人嘅嚇嗱，於是乎咧，佢哋就日出 post 啦。而琴日前日咧，大家知咧，我睇報紙嘅，咁其實即係啊，我哋官方同埋非官方啲行山隊啊、消防隊啊、飛行服務隊啊，都全部出曬力嘅。好啦，黃太今朝就話咧，佢同老公咧，頭先我講嘅啦 ，OK， 朝頭早一早一齊食早餐，然後見到佢睇八仙嶺嘅地圖，就問佢係咪想去八仙嶺啊？當時老公話睇下啫，稍後黃太翻工，兩個人咧就喺太和體育館分開。好啦，下午點幾鐘個仔翻屋企，發覺唔見老豆，打電話又冇人聽，到夜晚都未翻嚟，於是乎就非常擔心。好啦，喺報警同網上發上尋覓啦。咁啊，一個行山嘅路又唔好去諗到咁多嘢，但係我係睇見佢咧個訪問咧就係話佢一個地方叫做。佢嗱，佢話唔見咗電話，唔知點解。最後嗰個地點咧，佢去到咧就喺燕岩一個叫燕岩嘅地方。OK， 嗱，我冇單嗰幅圖，對唔住大家。首先我哋要分析六十歲，佢係喺太和體育館，咁你知喺邊啦？太和體育館。OK， 同我老婆分開嘅，而家揾到佢嘅係張屋地，張屋地喺邊度咧？在大埔火車站運頭塘村走入一點點的。喂，為什麼他會去到那裡啊？不需要問為什麼，因為呢大埔呢他應該是上了山，在由山道過去的，即如果你在屌你太和走去大埔墟這樣過去，屌你燈光火著你都說迷路抵死啦。但我都是覺得奇怪的，他沒有任何準備，可能去探下路，越走越入是不奇的。好啦，然後他去到燕岩，佢話最後有幾個地方去到燕岩，仲影嗰啲相，跟住就唔見咗部電話。而今日發現佢咧就係張屋地，咁我真係非常奇怪。點解咧？燕岩咧喺個山上面，其實咧嗱，當然喺地好近啦，都有啲路啊，可能睇得兩個山頭咁樣行過咧，就係打鐵印。佢可能迷迷糊糊中間行到上打鐵印，打鐵印行落翻山咧。就會去到呢個碗窯同埋張屋地，咁我對張屋地當然非常熟啦，因為當年小弟其實就係住喺張屋地村嘅入口嗱，但我係我嗰度咧一好怪嘅條村界，就係屬於呢一個新屋家村，咁但係甚至乎咧，我 at the end of the day 啊，當我搬嚟呢度啦，我嘅自置物業之嘅時候咧，
其實咧電話公司俾我嘅信咧，都係有陣時，譬如電話公司就係將屋地，嗯，寬頻公司就係新屋家，搞到好撚亂。咁當然我會好熟啦，因為點解咧？第一我做地產，第二我就係唔撚著，屌你老母點解會咁撚奇怪呢條村？咁於是乎咧，我咧即係我住新屋家啊嘛，嗯、但我租個車位咧，個車位喺我門口嘅喎，嗯，我租個車位俾我嗰、那個。原居民咧，姓又係姓馬嘅，就係將屋地村嘅原居民。你話我撚拗頭啊？咁後來我理解咗啦，咁呢度唔講。好啦，喺打鐵引落去將屋地咧，係即係山上落山腳啦，因為將屋地就係山腳度嘅。將屋地其實你行出去大街大巷嘅嗰個叫雲頭塘村啦，或者火車站咧，雲頭塘村咪五分鐘，火車站咪十零分鐘咯，係咁樣嘅啫。啊，咁我睇完個地圖，我覺得屌，佢話。咦？又昏迷有幻覺喎、哦，入咗結界，咁我覺得佢真係入咗結界喎、哦。俾外星人攞走咗？唔係啊，點解咧？未必係外星人係結界啫，即係個時空間轉移。丁利華？依係啦，因為點解喺燕岩打鐵人嘅上面啊？我同大家講，你係完全只要你任何一個方位，你企喺度，你就係望住個大埔墟嘅，係燈光火著嘅，就算夜晚都。嗯。咁你如果迷咗路？你只要見到，咦，山下面，嗯，係燈光喎、哦。你向住嗰個方向行，而且嗰度你唔好諗住一定屌你老尾，哇！叢林密布，屌到亞馬遜咁樣用，佢有車路有人路嘅喎、哦。嗯，就算你揾唔到條車路人路，其實只要你見到，咦，下面就係、是，因為成個大埔墟火車站所有嘢見到曬嘅。嗯，係唔會有嗰啲。屌你老咩咩茂叢林令到你迷路嘅，嗯，咁大家你可以上去睇下，上打鐵人睇下就知啦。咁我睇，屌你老母，佢話完全揾唔到路，然後今日佢係將屋地俾人揾到，有人聽見佢嗌，而將屋地其實就已經係好撚多人噶啦，係一條即係周圍都將屋地係好多人嘅村嚟嘅，嗯，咁點解嗱？我就俾張大家，俾張相大家睇下。將個地村嘅入口，嗱，呢個係將個地村咯。嗯，屌你老母，你其實係邊個位咧？嗱，其實呢條路咧，老實講啊，就係我行咗十一年嘅路啊。呢條路咧，我見到啲人揸車入去咧，就個個咧好撚熬底嘅，因為條路又窄啊，又起伏不定啊。係。屌你老母，閪！啲人可能要成一分鐘先入到，我屌你，我十秒我入撚去啦。因為所以話幾撚難嘅路都好咧，只要你慣啊。咁其實呢度都睇到我舊居隔離屋，睇唔到我舊居啊！我都好充滿懷念啊，對呢度。OK， 我就喺呢度養大我仔啊！咁你諗下，你淨係睇呢度咁多屋，點解會佢見唔到喎？係有人聽見佢嗌喎？點解佢嗌啊？佢點解嗌啊？應該見照計，你見到咁多人有或者咁樣，你唔會你已經定啦，係咪啊？照照計，同七月有冇關咯？唔知，可能即係個重疊嘅空間啊！嗯，啊。嗱，等佢咧，嗱，佢而家入咗醫院話解傷少少啫。等佢出翻嚟講多啲 detail， 所以譬如佢點樣山上落嚟都有。如果話我冇落過山，咁啊更加奇怪啦。嗯，係嘛？呢啲嘢咧好撚奧妙嘅。其實丁利華單嘢我哋講過啦，嗰次都好多人聽啊。嗯。啊，其實真係奧妙嘅呢、這個世界上啊。咁當然都可能佢真係屌你原來老痴嚟嗰條撚樣，因為之前都帶個仔去大帽山，因為大帽山你問我，我都覺得冇乜理由迷路。都唔會痴到咁啊。所以好奇怪咯。又唔見到部電話喎、啊！屌你，真係唔見到部電話，我覺得都好奇怪。佢唔係話跌咗喎、啊，係、唔見咗喎、啊，係咪鬼暗暗？屌你戇鳩鳩咁樣咧、啊、好啦、啊，另外翻嚟一個男童十三歲，舊年八月上課期間，因為懷疑未能背誦《可蘭經》入邊一啲經文，喺宗教學校被老師多次掌掴，導致視網膜脫落，需要接受手術。35歲嘅巴基斯坦籍男義工早前承認一項傷人罪，咁啊而家被判呢個入獄15個禮拜。嗱，呢一個咧被判入獄嘅咧係用免遣返啊聲明留港嘅，即係《東方日報》號稱係假難民。嗯。但我唔係想講呢啲。OK， 佢係咪真係要咁暴力去打啲僆仔有入心虐待，定佢覺得啊屌你老尾閪嚴師出高徒咧？我唔知道。但其實你問我咧，我對於即係老實講，我對於可蘭經，即係我對於呢個伊斯蘭教，其實我係有啲睇法嘅。咁一定會有左膠咧，
直斥我話：屌你！嗰啲殺人教嘅人，好啦，我都識佢，好斯蘭，我都識得啲伊斯蘭，即係信伊斯蘭教嘅人嘅。但係呢個宗教真係好撚奇怪咯，特別係佢種對其嗰種嗰種霸道啊！我簡單啲講，係嘛？你譬如啦，即係唔好講話呢搭呢度啦。你琴日我見到我哋有啲老友 share 咗一段片段出嚟講沙縣啊、沙巴嗰啲原住民嘅 statement。佢哋都話啦：，喂，我哋係乜乜族乜乜族。喂，我點解要加入馬來西亞？因為馬來西亞講，佢話馬來西亞係一個嚇，即係 religion freedom country， 即係宗教自由國家，我哋先加入呢、這個啊馬來西亞。佢 otherwise 嘅，咁我寧願唔加入啦。即係如果你即係因為馬來西亞都 claim 自己係宗教自由國家嘛，唔係回教國家。喂，好啦，但係當日你話一個宗教自由國家，當啲人好啦咁曬 ，OK 加入啦。慢慢慢慢咧，佢硬係有班人咧係要逼你嘅喎。譬如，去到法國，去到歐洲，人哋覺得啊，你哋要信啊伊斯蘭教，唔緊要啦。啲左翼話齋，喂，文化無高低啊嘛。咁你有你信，我哋有我哋信咯。哦，好啦，咁本來好地地嘅喎，佢慢慢慢慢咧，佢就會客家佔地主喎。跟住佢，我同你講啦，跟住就要插埋你嗰啲噶啦。呢、這個就係佢個教派嘅問題。如果你唔插，你或者你唔跟佢咧，你歧視。係啊，就喐下就話你歧視啊。啊！呢、這個先係問題啊嘛！啊，當然我相信絕大部分伊斯蘭教徒未必係咁啊，但係真係我哋見到嘅呢、這個咪係事實咯。啊，好啦，咁啊，另外有個內地麻雀館，內地女喺麻雀館度出千雙情證，唉，啲雙情證專才喎、啊，真係好嘢啊！四十歲，手法係點樣咧？用針孔鏡頭偷拍他人揸住嘅麻雀牌 ，OK， 被控賭博時作弊。昨日在西九龍裁判處法院首次提堂，無需答辯，押後到10月8日再訊，還押需要。40歲的被告袁林報稱無業，在今年的8月11日在旺角商業大廈永旺麻雀娛樂公司賭錢的時候，以欺詐手段、誤導的設計和虛假的做法，即是改裝一件恤衫和一件外套，裡面呢是設有針孔鏡頭連接著 router 兩個電池和耳機，即係咧，我諗佢係點樣咧？但我又唔知佢點樣可以兜個圈偷拍人哋啲牌啊？定係透視牌？偷拍人哋啲牌就或者專登喐佢。於是乎咧，可能有啲添味啫。咦？屌！喂，唔好打二索，唔好諗打二索啊！帶住個耳筒，咁佢唔打二索，為自己同埋贏取另外一個人嘅70,000港幣。佢哋話：屌你老母點搞？以後賭錢都咁撚～真係麻撚煩，係咪先？屌你咪喂！而家麻雀館就話揾到啫喎，分鐘嗰啲 friend 扎扎地喂 Benny 哥，屌你出嚟打下麻雀，玩下啤牌咁都賴嘢喎！即係而家啲科技啊，但係佢點樣去睇到人哋啲牌咧？定係有真係屌你老母閪？咪戴咗副眼鏡啦！德國液晶體，係啊，係咪咁撚犀利？好啦，嗱呢一單大家要注意啊！大家真係要注意呢單，警方同埋入境處嘅人員。昨日在尖沙咀一棟大廈進行聯合掃黃行動，多名 內地女子拘捕，真是屌你老母在大灣區咯，揾啖食都得啊！唔係呢啲咪大灣區咯，難得仲有人在流港叫雞，即係流港叫消費。係，你咁樣即係逼人上去叫啫。係啦，嗱咁講嘅，大部分咧，我相信大部分啲嫖客雞蟲咧。都中意翻大陸，即係講近啲啦，唔好講去外河埠啦，同埋去澳門嘅。但係始終有一班人，好似我咁流港見港噶嘛。係。咁呢啲人需唔需要叫雞咧？喂，好啦，咁啊，於是乎市場咪應運而生咯。嗱，事實上就係嘅喎。你想上面叫雞咧，價錢即係始終咧，都係貴啲噶嘛。即係落到嚟香港，即係因為點解咧？佢落到嚟，佢唔係人嚟香賤啫。佢落到嚟香港係貨嚟噶嘛？佢批嚟香港貴。貨。貨離鄉就貴㗎啦，係嘛？咁上到去咧，咁但係喂有陣時有啲人好似好忙咁樣，未必有咩時間嚇。咁啊，香港流港見港男，佢叫完雞衰衰地，唔好話食茶餐廳啦。假若樓下屌吉串牛棒葉啊，你都叫即係刺激下經濟啊嚇。叫雞咧
就唔一定係夜晚嘅，下晝都有嘅。譬如有啲學生哥，喂中三、中四，咁佢喂放學，喂真係考 DSE 壓力好撚大嘅，有讀習近平精神，啱唔啱啊？咁佢叫雞輕鬆下，都無可無不可嘅，我覺得。即係只要你真係做足安全措施，俾錢都得啦。同埋唔好沉迷，唔好沉迷啊！即係你一個禮拜去一次或者兩次，如果經濟負擔到，我覺得冇所謂。即係你話一日去七次咁，就真係會真係太過傷啦，係嘛？而且呢啲老實講，都係攞傷成證。講衰啲，都喺上面揾唔到食嘅可憐人，大家同胞。喂，需唔需要講到咁絕啊？好啦，警方話油尖特別職務隊深入調查同埋分析，發覺啊，拘捕咗十九人。屌你尾，全部都係內地女子，年齡由17至36。嗱，我哋唔好講17先。咁最佢最大都係36歲嚟講咧，係 OK 嘅喎。呢手貨。即係今次冇啲50幾六啊幾。係啊，呢手貨唔係，其實有陣時你就17至50幾，你唔好諗咁衰。佢50幾嗰啲可能係嗰啲 keeper， 即係 keeper 之類啦，係嘛？當然我唔排除啊。60幾都有。啊，60幾。60幾都有，60+。阿婆，阿嫲。嗱，講真，我希望執法部門咧真係要留意啦。嗱，各位網友去嫖娼嘅時候都要小心啦。我聽講啊，我唔知啊，唔好問我啊，唔好問我。佢可靠嘅消息，我聽講咧，而家咧係有啲咧初技 from China Ming Ming。我唔知真定假。報細數咋？有人同我講啊，因為我唔知真定假。如果係真嘅咧，我覺得真係好難受。我唔係因為我據我收到嘅消息。呢啲初期最細嘅嗱 ，general 係幾多咧？十二三四五咁都夠細啦。十二三四五，夠細啦嘛。general 咁都有啲16、17嘅，話啱啱16啊有。但係咧最極致嘅咧，唔係2歲啊，係 10 years old 嚇、啊，小四。1, 2, 3, 2 in the end 真係如果 10 years old 嘅時候，我哋仲做過呢啲嘢啫嘛。呢消息邊個聽翻嚟啊 4, 5, 6, 2 in the end 咁樣嘅啫。係咪11哥講啦？唔係，嗱我聽到啫，唔好問我。Will one 温和 ，OK？ 我希望係假嘅。Will one 我從哪裡來？我希望係假嘅。而最慘咧就係咧，有人透露咧，哇十歲係咪屌咗？佢都好自愿喎、啊！你16歲，我哋為咗貪威識食，我哋明啦、啊。十歲嘅各位網友係好自愿，點解啊？買手機咯，嚇、啊！你爭口爭個爭牛痴啊！係咪20歲扮10歲啊？唔知啦。我希望咧，有關當局咧去調查啦，係嘛？即係呢個市場係有嘅，我知道。但係喂，誇張喎，柬埔寨啊！喂，你問題你夠唔夠姜先？唔係仲有話你要夠姜去玩喎、啊，死人嘅喎、啊，所以我希望各位網友咧，即係如果你真係要去玩咧，喂真係要睇下老身咯、啊，會死人噶、啊，係、嘛？你叫雞叫得到十個哥咁樣有冇大佬冇？如果大陸嗰啲證件都係假啦，咁你有啲咁好離譜啦，你睇得出個樣有啲大噶嘛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另外咧呢、這個劍擊代表啊何偉恆啊 ，OK。今日就接受訪問，咁當然接受訪問嘅時候，佢講下自己嘅賽事，即係嘅成績打成點啊？奧運，只要當然其實晴朗揾翻佢哋做訪問嗰啲嘢咧，其實都係想借佢哋把口呢啲咁嘅運在職嘅全職運動員，攞緊我咁卑微嘅薪酬，或者曾經攞過咁卑微嘅零用錢，係點樣生活？其實嚟掌勾嗰個咩早次啊咩早次啊？喂，一日一兩個運動員真係～喂，嘅説話係成日屌鳩你喎！唔係日日都嚟喎。司徒少欣係啊，個個都係㗎。李卓唔係，其實嗱資源永遠有限，明嘅，我哋都明嘅。屌你老母係，你都滿清發大財咧，講你出嚟屌你老母嗱，其實又未必係佢代錢喎。其實唔係佢代錢㗎嘛嚇。但係你睇啲主店可能真的。你唔好撚講啊嘛，因為點解咧？我哋啱啱喺睇緊，即係有踢出嚟，喂屌你老母，你下鳩幾個管理階層？我都話啦，嗱，如果真係咧，譬如真係嗰啲。資深嘅物理治療師啊，心理輔導師，佢哋係值呢個錢嘅，譬如10萬一個月嘅。喂，我冇嘢講，因為人哋專業人士，人哋嚟去 serve 你班運動員，唔通唔使食飯啊？減人工啊？黐撚線啊你 ？OK。但係如果你話哇，原來竟然一睇，原來最高人工又係嗰班咩管理層，
收錯你我呢啲咁嘅吹水嘅，哇咁我就唔撚著啦。或者點解佢有份？我因為佢上次選即係支持邊度飲選特首之類啦呢啲。咁喂，咁我就真係唔著啦。原來啲運動員攞7000蚊。喂，但係到依家即使 Yahoo 新聞查都未有列曬，究竟都廿幾個體院冇啊？唔知道 OK。喂，話時話我都冇懷疑喎。原來咧，即係你知我住邊度啦？我近日我先發覺咧，即係我冇懷疑啊。我成日原來我樓下咧，我成日撞到啲係體院啦，同埋體藝啊，啲女上嚟買嘢啊嘛，超級市場。嗯。喂，真係零舍 sporty 啲喎，而家睇清楚啦。正啦。啊，即係始終我哋運動咩咧，又著住曬嗰啲即係嗰啲褲咧，我嗰啲運動褲咧，唔係短褲啊，長褲啊，哇都 OK 嘅。好啦，阿何偉恆話。其實啊，薪酬啊，都真係佢冇講錯，當零用錢嘅咋嚇，攞翻嚟咪買啲自己即係中意食啲零食咯。咁你唔係零用錢，我哋做咩？租間屋都唔夠，租間房都唔夠啊！佢話咧，因為比賽嘅時候咧，即係好似我哋咁，成日始終要去外地比賽嚇，唔平噶嘛啊！咁啊，如果人哋有得加嘅，就梗係好啦，即係留翻啲錢嘅意思去外國比。你諗下啦，譬如你去歐洲比賽。買樽水3磅3歐，嗯，係嘛？咁你點搞咧？佢話咧，體院有住宿支援啊。咁我都係過來人，我嗰陣時都點啊？咪死慳死抵咯，飯就唔出去食，因為你先能夠將啲錢，因為你有啲器材要買，出去打波有零用錢嘛要啊。講真啦，其實琴日阿哥叫咩名？羽毛球嗰個叫咩啊？阿卓耀，喂。他話10000蚊咯，最低工資好卑微啦，咪10000蚊咯，我都唔要求你俾好多，我都覺得好合理，係嘛？休息陣。